哎，老婆，嗯，你说我们俩以后的孩子长得是像你好一点呢，还是像我好一点呢？像你。嗯，像你就废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嗯，如果不像我，你他妈就废了，对不对？亲爱的，嗯，什么时候娶我呀？随时都可以啊，你咱们定个日，然后就结婚呗。嗯，那我觉得5月9号就不错。行啊，那我就那天早上6点半去你家接你，然后你早上4点半起来化个妆，然后我等会儿几点？4点半。嗯，算了，不接了。怎么了？太早了，我起不来。啊！哎，老公，嗯，你怎么吃上方便面了？太饿了，你要不要？我不了。不往厕所了。走，我带你出去吃去。真的？啊。哎，老婆，上外面吃又不烫了。